啊，不是，兄弟们，你们快看，我靠，这是什么神仙局啊，居然撞出了老大马蜂窝，还撞出了三个单子 ID， 分别叫智金银玉。哎我的妈呀，不是，你这种局你觉得我会怕吗？众所周知 Q 金的马蜂窝是很多的啊。不是，这对马蜂窝怎么退了呀？难道是因为这三个单子 ID 的压迫款太强了吗？现在在飞机上赶紧看看这三个单子 ID 的段位。第一个单子 ID 鱼已经是无敌战神了，太有实力了吧。再看看第二个单子 ID 智，不是，这个单子 ID 智是什么意思啊？单排才皇冠，双排都是王牌五星了，难道他要冲双战神吗？再来看看最后一位单子 ID 金，我去，这页面我去，这页面打开一看就是要冲三战神的节奏啊，这也太有实力了吧。再回到游戏，这把上飞机的也就23个人，可想而知这把注定是不平凡的。开伞的一瞬间就看见旁边有一个仙气飘飘的，这肯定是其中一个单子 ID， 他肯定也是跳科学馆，必须切磋拿捏好吧。落地赶紧找枪，听脚步，我们隔壁房间也落了一个人，仔细看，他没有枪，直接拉进拉我去，真的是其中一个单子 ID， 刚刚在天上看到仙气飘飘的就是他，但是这个单子 ID 就这么被我拿捏了，然而科学馆就跳了我和他两个人，那另外两个单子 ID 去了哪里呢？看左边淘汰信息，这个单子金就在火焰村打架，补充点装备直接下去跟他切磋，不对，金姐来人了，一波闪神枪直接带走，我的天哪，打药的同时这个单子 ID 又开始亲人了，这怎么行呢哥们啊哥们来到楼顶就看到对面悬崖又站着一个人，直接开枪打带走的同时他又带走一个人，不行，赶紧拉到前面去看他到底在哪里，刚才听枪声的判断，他应该就在主楼旁边的茅房里啊。人呢哥们，不是哥们你人呢？看到了，他出来了，准备好打啊，直接拿下单子 ID 金，我去，好险啊，他这个周围好讽线，哎，好讽骚他都已经掏好枪准备反打我了，那么还剩下最后一个单子 ID 鱼还没有出现，哎，不是，这个人居然当着我的面落闪是吧？难道是那个单子 ID 吗？拉到经典石头架他一波，等他露身位直接带走，他要出来了直接打直接带走带走这个小呆呆，听到前面房区来人了，先看看怎么事，你敢过来吗老弟，你敢不敢过来？好吧，他没有过来，不对，他过来了，准备打中一枪头，好可惜没有带走啊，但是一命的时间马上就没了，安全起见还是别过去了，这第一个圈即将刷完，场上就剩下11个人，等我收完装备来到楼顶的时候就剩下9个人了，哎，原地好像有个人机耶，也是成功当上了埋汰王，现在场上就剩下8个人了，哎呦我的妈呀注意看，新的圈刷出来了，居然给了对面的双方，是蓝方。在楼顶观察星辰2年半，我终于看到一辆特斯拉进圈了，直接扫一波，虽然没扫到人，但是给了他一波压力，他就不敢直接顶这个科技馆了，知道吧兄弟们，虽然说我们的科技馆也快不带圈了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在上面抽把的啊。来到这边小楼顶，居然发现这个特斯拉拉到了这边的铁皮厕所，是吧哥们，而且里面还有人，看他们打起来好吧，怎么说啊，不是，这怎么回事啊，这个单子 ID 字怎么被别人给拿捏了呀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啊，不对，我看到有人要过马路，啊不是，这不是单子 ID 金吗，不是，现在的人都这么勇的吗，不封烟也不开车的，就是直接帝王钢拉的过马路是吧，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吧。那么剩下最后一个单子 ID 鱼到底去了哪里啊，从开局到现在我也没有看到他杀一个人，难道他是在砍图狗分吗，圈已经刷过去了，我们赶紧封烟进圈，封烟的同时一定要架好每一个预瞄点，每一个老六点，知道吧，一定要把烟给封开，不然的话你就要嘎，看这个圈型一定是要给那个铁皮风车啦，我们必须打好状态直接干啦，来到圈边一定要把控好每一个老六点，看一下这个草地有没有人，没有人 OK， 那么换好子弹直接往上面走，因为刚刚开枪了，来到这边石头后我们直接拔雷，
哎，不是，他怎么不过来呀、啊？哎，不对，后面好像有脚步，真的有，切香直接打！哎，啊！这个人居然就是最后一个单子 ID 鱼，不是，我打了他那么多枪居然都不死，他铁做的吧？就差一枪啊！没想到这个单子 ID 鱼真的在圈外扛堵，我都以为这一把他都鸡了，没想到啊，真的没想到哎，他居然被毒死了。兄弟们，这你们受得了吗？我不服啊，根本就不服啊。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，兄弟们。